以赛亚书二章预言，在末后的日子，万国万民都必来锡安敬拜。国度基业将在11月5号到14号举办10天9晚的荣耀新人经典走进以色列之旅。此次经典之旅共有三大亮点。第一大亮点是我们将观光经典的旅游景点，包括令人心醉神迷的耶路撒冷，参观举世闻名的耶路撒冷老城区，特别是犹太人和列国游客都要前往的西墙，参观历史古迹大卫城，犹大帝的神秘苏西亚，耶稣复活之地空坟墓，耶稣取老祷告的克西马尼园和即将再次降临的橄榄山。我们还将漫游加利利湖，参观耶稣时代的会堂，并前往约旦河受坚信礼，参观犹太人生活的基布斯，去体验死海漂浮的乐趣，还会去大卫藏身之所迷人的隐基底。第二大亮点，我们将有关爱犹太百姓的文化活动，我们会去希伯伦参观亚伯拉罕、萨拉、以撒、雅各和利亚的先祖所葬之地，这是一场寻根溯源之旅。我们会邀请当地的犹太拉比分享他们是如何扎守在耶和华神给先祖应许之地的神奇故事。我们会参加万王之王事工在耶路撒冷的周日聚会和周六为以色列的祷告聚会。我们会与弥赛亚信徒一起庆贺，领受一个新人的祝福。除此之外，我们还将出席以色列精锐部队的纪念活动，面对面与以色列士兵互动。我们会参观在耶路撒冷全球极负盛名的高科技公司园区，了解现代以色列的科技发展。第三大亮点是，此次行程我们将全程住在安全舒适的犹太社区酒店，享受健康丰富的洁净佳肴。我们还会一起在传统犹太区的耶胡达露天市场购物，感受当地犹太人真实的生活。此次的行程将安排中文导游，还有少数名额，七月份报名截止，请抓紧时间报名哦。骄傲月尾声，感觉今年好像过得特别快，可能是因为我们最近很忙。那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下2023年骄傲月他们最后的冲刺，全裸上街骑脚踏车，以及在街上大喊We are here, we are queer, we are coming for your children. 没错，他们要来夺取你的小孩。第二个新闻，我们来看到我们的太子亨特·拜登参加了一个位于洛杉矶的性爱俱乐部。他参加性爱俱乐部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应该都知道。但是他可以有这个样子的行为啊，还有整个性爱俱乐部为什么存在，这个非常值得来讨论一下。是我们现在太扭曲了，所以才会这个样子吗？还是这个就是人类的天性呢？最后我们来讨论一下川普总统，这是在 Faith and Freedom 的活动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打脸了所有共和党跟民主党的人，而且也是我会投票给他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我们开始之前，请你直接去到下面参加我们 Coffee 的会员，直接来支持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不要把你辛苦赚来的钱送给恨你的公司、恨你的小孩、恨你的家庭、恨你的信仰、恨你的价值观的公司，请你拿着钱来支持我们这个样子传达正确价值观的频道。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正在被改变，年轻人正在对于左派掌控的世界产生反感，现在就是我们要来带领这些年轻人的时刻，告诉他们圣经的价值观跟世界观，神的大能、圣灵的感动跟耶稣的慈爱，全部都写在圣经的律法当中。请一起来支持我们 AI News 的事工，让更多的人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翻转这个时代，归向耶稣。加入会员之后，就可以参加到我们 Discord 聊天室，里面100%都是跟你一样志同道合的人。不止这个样子，我们现在还有个特殊的群组，会在我们 Discord 聊天室里面。你想要 homeschool 你的孩子吗？ homeschool 的资源应该从哪里来呢？我们请了两位母亲，就是之前上节目的 Sunny 跟 Lily 两位 homeschool 达人，一起来帮助你夺回你孩子的教育，一起来翻转这个时代。请帮我们按赞、留言、分享这个影片，当这个新闻频道的后盾，让我们一点一滴的翻转这个时代，从自己的家庭开始建立基督价值观，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我是 Ethan， 欢迎回到今天的 AI News。
骄傲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大家应该已经可以看出来我说话的方式了。OK， 坏的事情我都用星期，因为星期是一个多神论的邪教，邪灵创造出来的一个东西。好的事情我会用礼拜，因为礼拜就是礼拜。OK， 星期是来自巴比伦的宗教传入中国，礼拜是来自基督教传入中国。同一天，同一个时段，有邪恶存在，也有良善存在。我觉得星期跟礼拜这两个说法非常的有趣。总之，骄傲月的最后一个星期，西雅图华盛顿的骄傲月派对，在这个邪恶、没有羞耻、充满邪灵的这个人类欲望泛滥月，决定办一个全裸上街骑脚踏车的活动，全程都有小孩观看，很多父母还带着自己的小孩，自己未成年的小孩一起在街上裸体的骑脚踏车。那洛杉矶这边也有一个这个全裸脚踏车活动。现在的人对于自由的看法非常的扭曲，非常的恶心。如果这个就是自由的话，那我宁愿不要自由。如果这个代表现在的民主的话，那民主一点意义都没有。很不幸的就是我们的世代完全抛弃了民主跟自由的好处，而且彻底把他们扭曲成了满足自己变态的欲望的方式。不止这个样子，纽约有一个变装皇后大游行 ，A Drag Queen March， 目的是要来告诉所有的人 ，They're coming for your children， 他们要来夺取你的小孩。自由派跟左派有非常大的差别，这个我知道。自由派的人会认为说，这个是他们的自由，他们的言论自由，这个只是他们展现自己的一个方式，他们只是这个样子说，他们会认为说他们只是这个样子说出来而已，但是其实对你的小孩是不会造成威胁的。就连很多基督徒看到这些都会说，啊，我们祷告就好了， OK， 请神真的来修剪这个时代，然后继续把他们的小孩送到公立学校，然后说自己没有办法。但是很明显就是这些人，他们知道他们自己在干什么，他们就是要来夺取你的孩子的。我来告诉大家为什么他们要直接这个样子跟我们说。他们对小孩为什么会有这么特殊的兴趣？因为这是他们的信仰。 We are here, we are queer, we are coming for your children. 我们在这里，我们是酷儿，我们要来夺取你的孩子。这些情欲革命家对小孩不知道如何有不知道如何解释的欲望，这个根本不能忽略，而且也不新奇。这个是从性解放这个性爱革命或者是性解放革命一开始就存在的一个东西。事实上，就是你回去如果看1960年代那些作家写的东西，像说 Bernie Sanders 写的内容 ，OK， 现在他是我们的参议员，他当时就写得很清楚。这篇来自纽约邮报的这个文章写得很详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现在在说什么婴儿在肚子里面就会自慰，然后还有什么女人如果性高潮不够多的话就会得癌症，然后小孩就是应该脱光光到处跑之类的东西，在196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写下来了，在 Bernie Sanders 的笔下。我真的搞不懂左派的逻辑到底是什么，婴儿在肚子里就会自慰了，那你为什么还认为母亲可以想杀死他就杀死他？为什么还可以堕胎？你们的逻辑到底是什么？不管怎么样，他们对于小孩的渴望 ，OK， 1960年代的文章到现在，一群变态在大街上脱光光骑脚踏车，在纽约大街上大喊说：“我们要来夺取你的小孩。”为什么他们会对小孩有这么多的性幻想？只是因为他们是一群性变态吗？其实不是的。变态其实到处都是，我们到哪里，我们随便找文章都可以找到，就是哪个浸信会的牧师骚扰小孩，哪个天主教的神父鸡奸小孩，然后哪个共和党的官员对于小孩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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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变态其实到处都是，各行各业都有性变态，没有必要刻意的忽略，好像我们是圣人一样。但是对于这些骄傲的人 ，OK， 这些 LGBTQ 的这个支持者，他们对于小孩的渴望更是到一个变态的一个思想。因为他们认为说任何性表达都是好的，所以说需要性解放，
简单的说就是他们认为性是好的，性是人最美的样式。那保守派不这么认为，基督徒不这么认为。我是个基督徒，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我认为有很多的性表达 ，OK， sexual expression 是非常糟糕的。很多这些关于性的东西，不只是对于小孩不好，对于青春期的人也不好，对于青少年也不好，对于成人也不好，甚至对老年人也不好，对已婚的人也都是不好的。性是一个非常有试探性的东西，我们要掌控它，我们要控制我们的性欲，然后拒绝各式各样性的表达方式。这个就是保守派的思想。中文常常把性跟爱这两个字放在一起，好像有性才会有爱，没有性就不可能有爱。但是这不是这么一回事，你问任何一个男人就知道了，性跟爱基本上可以是完全分开的。性可能会勾起爱的感觉或爱的错觉，但是性不是爱，爱也不一定需要性。父母对孩子的爱，朋友之间的爱，孩子对父母的敬爱，神对我们的爱，都跟性没有任何的关系。左派的思考模式就是只要爽就去做啊，对不对？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例如像说变性人这个议题，如果我们说变性人真的存在 ，OK， 25岁的人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变性人哦。那如果这个说法是真实的话，真实的人性的话，那为什么5岁的小孩就不可能是变性人呢？简单的说就是，如果变性人对于某些人是真实的话，那就表示对所有的人都应该是真实的。同样的道理也可以在刚刚的影片里面看到，如果所有表达，所有的性表达 sexual expression is always good， 所有的性表达都是好的话，那为什么小孩性表达是不好的呢？很多自由派的人会说，因为这是需要同意的啊，需要 consent， 对不对？小孩没办法做这些没办法同意做这些东西的决定。但是根据这些自由派的人的理论，却同时会全部毁灭掉，因为他们同时又认为说，五岁的小孩可以同意自己做决定，把自己的性器官切除，然后施打变性的荷尔蒙，或者是阉割自己。事实上就是，小孩没有任何的能力去做正确的事情。我记得好几年前的，十年前的，以前 Jimmy Kimmel 的一个节目上，他就是这个样子弄小孩的，把一个东西放在小孩的头上，然后逼着那些小孩一定要照着他的方向说话。当时我看觉得很好笑，但是现在想一想，这个就是他们洗脑小孩的方式，这个就是他们攻击我们小孩的模式。小孩没办法做任何的决定，或是同意任何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父母要帮他们做决定，为了他们的未来，为了他们的身心灵的健康做决定。小孩不想要吃花菜的时候，爸妈就会说，你一定要吃花菜，不然你就不能看电视。小孩不想要写功课的时候，父母就一定要说，你要把功课写完。这个就是在教育小孩，为了孩子做最好的决定。那在这个性解放的议程上面呢，这个就是他们在做的事情。他们会说，不应该有任何的规定，任何的规定都是在压迫。人类是复杂的生物，每个人都不一样，规定他们要照着某个方式生活的话，是在伤害他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保护那些变性的小孩。那要怎么保护呢？就是阉割他们，然后在他们的身上打一堆不必要的荷尔蒙，切除他们的生殖器官，然后把各式各样的性冲动、性欲全部洗脑在他们的年轻的脑子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永远都会过来夺取你的小孩。这就是为什么任何性解放的议程最后都会变成索不多玛跟俄摩拉。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可以在大街上大声的喊出来 We are coming for your children。 不管这些人的私生活有多么的变态，那个就是他们的信仰，那个就是他们的神要求他们做的事情。那我们就来看到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例子， okay? Hunter Biden 这个人，其实我不太常在节目上面讨论，我知道有很多 YouTube 的频道非常爱讨论拜登家族有多烂，然后川普家族有多好，因为他们的目的是要来取悦大家，让影片有更多的点击率。但是 AI News 爱报道不太一样，我们希望我们的观众每次看新闻的时候都可以得到什么东西，我们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认罪悔改，每天都可以变得更好，每天都可以变得更像耶稣。另一个原因就是，我认为 Hunter Biden 做的事情其实没什么要讨论的，基本上就是一个人活着没有任何的目标，不断堕落，很恶心又很悲伤，真的真的是很悲伤。我真的用爱心说诚实话，
Hunter Biden 会变成这个样子，跟他爸有绝对的关系，什么乱伦啊、吸毒啊 ，anyways， OK。接下来这个新闻很有趣，而且很有讨论的必要。Hunter Biden 是美国或是这个掌管这个世界的精英的这个阴谋集团最好的表彰 ，OK， 各式各样的法他都犯了，然后基本上完全不用负责，不会被关，不会有任何的刑罚，最多就是罚个款，然后去做一些社区服务 （community service）。然后 Jenna Ellis 就是之前川普的一个律师， 2020年大选的时候常常跟 Sidney Powell 还有 Rudy Giuliani 一起上讲台的那个金发正妹。他找到了一个司法部的规定，照道理说 ，Hunter Biden 是没有资格做这个认罪协商、社区服务的。OK， 在这个条规里面，司法部 DOJ 的网站上面说，检察官为了定罪和解出来的认罪协商，不可包含以下的罪名：第一个就是儿童性爱影片，或者是性攻击、性侵之类的；第二个就是伤人或是谋杀；第三个就是当罪犯包含就是展示枪支或是任何致命武器的。第四个就是如果这个人是政府的官员或者是欺骗的人民。第五个就是跟国家安全有关的，或者是跟恐怖组织或跟境外政府有任何的瓜葛。第六个就是如果这个人是跟大型的犯罪组织或者是跟帮派有关系的话，都不可以用认罪协商的方式来审判。那仔细想一下 ，OK， 就是这六大项哪一个 Hunter Biden 没有犯 ？OK， 儿童性爱影片，他笔电上面就一堆，在中国的也有，在乌克兰的也有，在俄罗斯也有，一堆，他到处去那边弄小孩。那伤人还有谋杀，不知道 ，OK， 或许有吧。展示枪支，我们就有照片，就是他还拿着枪的影片，他拿着枪，然后又边吸毒。第二个，就是谋杀的啊，我不知道 ，OK， 他就算杀了一个妓女，留在旅馆里面。大概也只会判乱丢垃圾而已，反正就是基本上所有的项目，它不可以有认罪协商才对，或者是可能下面还有一行看不见的小字，就是说哦，如果是民主党的总统的儿子的话除外之类的。我们常常说，你看这些精英，他们犯罪都不会怎么样，但是你看我们平民，我们犯罪的话就完蛋了。那些有钱有权的人士，这些政治人物，他们杀人都不会怎么样，但是我们这些平民小市民做什么都会依法就办。但是这句话其实现在不是真的，现在平民犯罪被无罪释放其实更多，吸毒、OK， 贩毒、奸淫、性交易、偷盗、抢劫，甚至杀人、闯空门被释放的这些帮派分子跟小混混其实更多，这都是索罗斯 George Soros 他们检察官做出来的事情。左派的检察官上任，然后就不起诉这些犯罪。他们会说，因为如果我们把这些人关起来的话，看起来就很像种族歧视，哎，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认罪协商，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就好了，对不对？上一任的洛杉矶选警察总长的那个 Alex Venezuela， 那个时候我还有去他的 town hall。他还算是一个比较保守派的人，他就站在讲台上面说，我上任了之后犯罪率锐减了 40%。 但是你若是住洛杉矶的人，你有这样子的感觉吗？这个数字完全不是真的，因为犯罪率会降低只是因为检察官不起诉他们而已，然后警察就什么事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犯罪还是会继续放出来，让他们继续犯罪，让他们继续伤害其他人而已。现在在美国的腐败已经不是有钱有势的人一套律法，然后没钱没势的人一套律法了。川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很有钱，他很有势力，但是他们还是要起诉他，把他关一辈子，只因为他有自己的一些东西在总统档案里面。我们现在的司法部已经变成了一个机器，运作模式就是政治目的跟非政治目的而已。如果你是一个累犯的黑人，住在民主党的城市里面，基本上你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那如果你是一个没有感恩的心，然后贩毒、吸毒、恋童癖，但是你是总统的儿子的话，你大概也不会有任何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是保守派的话，如果你是个基督徒的话，你连推一个骚扰你儿子的人，他们都想要把你关到死，关11年，不管你有钱还是没有钱。那最新的这个 Hunter Biden 的资讯，就是他在洛杉矶这边一间这个性爱店 ，OK，Sex Club，
我根本就不知道有这样的东西存在在洛杉矶。这间店叫做 Sanctum， S-N-C-T-M、啊、念法是 Sanctum。这个是他们的网站，就说它是一个私人的俱乐部，会把会员的安全跟隐私放在最重要的地方。然后里面是有一堆好莱坞的明星，还有就是有头有脸的这些大老板啊、还有就是这个、政治人物，还有政治人物各式各样的。然后这是他们的、Instagram， 那里面有一堆人，报道上面有说是谁，你如果要看的话你可以自己去找找看，反正就是一堆你会在电视上面看到这些人。然后这个俱乐部创始的方向就是汤姆克鲁斯跟尼可基曼 Tom Cruise 还有 Nicole Kidman 一起演的那个大开眼界 Eyes Wide Shut 的原型。所以这边值得注意的是，就是 Eyes Wide Shut 大开眼界那种政商名流的这个性爱聚会是真实存在的。如果大家一直有关注在这个美国政治的话，你就应该还记得有一个国会议员叫做 Madison Cornthal， 他就是在 DC 说有这个 Eyes Wide Shut 的这个 party。Sexual perversion that goes on in Washington. I mean, it, being kind of a young guy in Washington, with the average age is probably 60 or 70. And I look at all these people, a lot of them that I, you know, I've looked up to through my life. I've always paid attention to politics, guys that, you know. Then all of a sudden you get invited to, like, well, hey, we're going to have kind of a sexual get together at one of our homes. You should come. They're like.What did you just ask me to come to? Yeah. And then you realize they're asking you to come to an orgy. Yeah. Or the fact that, you know, there's some of the people that are leading on the movement to try and remove, you know, addiction in our country. And then you watch them do, you know, a key bump of cocaine right in front of you. And it's like, wow, this is wild. Come on, man. You really expect us to believe that Congress could plan and execute an orgy? 那这个是在2022年，然后大家都觉得他是神经病，然后他马上OK， 说完之后马上就被国会除名了。现在证明他说的东西是真的，真的有这种俱乐部存在，真的有这种性爱、精英性爱俱乐部的存在。总之这个俱乐部一年要$75,000的这个收费、成员包括演员、摇滚歌手、各式各样大公司的 CEO， 还有各式各样的政治人物。那这个根据 LA Time OK， 洛杉矶时报的报道 ，OK， 并不是一个保守派基督徒的报纸。那值得看到的东西不是 Hunter Biden 是个性变态，然后参加在这种俱乐部里面。过去这15年，如果你能把想象出来的犯罪，想出来的话 ，Hunter Biden 应该都做过了啊。任何下流的事情，这个人就好像就是那个你在玩 PlayStation 他那个 achievement 一样，就是犯罪啊，一定要获得这个样子的东西。值得看到的就是这间夜店、这间俱乐部，它存在的模式跟原因，基本上跟人类的文明一开始存在的模式跟原因一模一样。只要一个文化里出现了这样子的堕落、败坏、道德沦丧、失去方向、失去目标的情况，我们的政府官员、我们的精英就是会建造这个样子的俱乐部。也就是说，这个样子的东西其实是人类的天生的人性。我对于中国的历史有简单的了解 ，OK， 每一个朝代他们要结束的时候，最后一定都被写就是酒池肉林，然后皇帝或者是王都有什么特殊的性癖好，天天待在后宫里面不理朝政，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的，然后要做任何的决定也都是太监帮他们做决定。日本的历史也是这个样子，那不只是东方的国家，就连圣经上记载的王也都是这个样子。那我刚读完 Hunter Biden 这个报道之后，我就读到了这篇文章。古埃及的邪教、吸食大量的迷幻药，而且喝人体出来的调酒。上面说2500年前的邪教、就已经开始吸食大量的迷幻药，然后喝从女生就是人出来的液体 不应该拿来喝的东西的地方的水出来做调酒，然后有大量不同的酒精跟毒品。然后这个仪式是来祭拜一个叫做 Bez 的神 Bez， 那这个神代表了生育跟战争 Fertility and War。 敬拜他的时候呢，就会这些信徒就会吃大量的迷幻药，然后呢这些邪教的成员吃完这些迷幻药了之后呢，就会感官被放大，会产生幻觉，会对性有各式各样的渴望。他们会在他们的宗教仪式上面做这些，然后
然后这个宗教仪式呢，就是包含多人的性行为，还有滥交，各式各样奇怪还有恶心的东西。这个基本上就跟洛杉矶这边这个 Ice White Shot 大开眼界的俱乐部一样。Hunter Biden 参加那个俱乐部叫做 Sanctum， Sanctum 是什么意思？是拉丁文，就是圣洁的意思。每一个邪教都是这个样子，就连基督教产出来的邪教也都是这个样子。那些什么异端那些，都会跟你说：“你真的存在吗？你真的是在这个世界上吗？人跟人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还有，什么是神圣？简单说就是，神真的存在吗？这个世界真的有律法跟对错吗？”所以这不只是这些变态在洛杉矶这个地方，然后在一个阴暗邪门的地窖当中有着他们的性爱趴，他们还认为说这个是神圣的。我们的社会每年在讲骄傲月的模式，如果你是台湾人的话，那些人在电视上面讲的那些明星在谈话节目上面讲的那些东西，然后还有各式各样性爱的仪式代表骄傲，你听他们在说的时候，他们是感觉这些是很正义，他们是很有正义感的，好像这是一个神圣的使命，好像这些东西是一个道德层面的美德一样。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一个宗教，一个跟3000年古埃及的那个一样，就是在敬拜一个邪灵的信仰。绝大多数相信邪教的人不会知道或认为自己是在一个邪教里面。很多人在邪教里面，他们不会知道他们在做一种宗教仪式。我相信很多的人在那个 sanctum 里面的人也是一样这样觉得的，会说我们好酷哦，对不对？我们好时髦哦，我们不被什么宗教捆绑，我们什么都不相信，我们只相信我们自己而已。我们比这些有信仰的人前卫好几百倍。但是他们在做的事情却跟3000年前埃及的邪教敬拜邪灵的事情一模一样。我这段讲得这么清楚，我只想要传达一个观念，就是我们是人，我们逃不过。过了3000年，我们人类的人性都还是一样。如果我们不知道圣洁是什么，如果我们不接受耶稣，我们不接受圣经的律法，我们能做出来的事情跟我们能想出来的东西，其实跟3000年前没什么太大的差别。好了，大家听完我讲了这么多关于宗教跟认罪悔改的事情，但是我其实知道大家比较喜欢听关于政治的闹剧，我们就把我们新闻点阅率的王牌川普拿出来。现在川普在共和党内基本上是势如破竹，无人能敌，那这个很正常，他就是目前最好的人选。他上了 Faith and Freedom 的论坛，在上面演讲，他对于现在共和党的讯息是跟往常比起来非常不同的。When I was president, the world was stable and calm because America was respected and strong. Now, as we see in Russia and all of these other places, this whole world is on fire. This world is on fire. Before I even arrive at the Oval Office, I will have the horrible war between Russia and Ukraine totally settled. I'll have it done in 24 hours.I say that, and I would do that. That's easy compared to some of the things, but I'd get that done in 24 hours. I know them both. I know them both. As the Bible says, blessed are the peacemakers. See that? I will be your peacemaker. I was your peacemaker. Blessed are the peacemakers. 这个讯息非常的不一样，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保守派的讯息，同时也是一个非常不同的讯息。过去这30年，那20年好了，我有记忆以来 ，OK， 共和党好像是属于一个比较好战派的一个党，就是说什么我们要去那里，我们要去这里，我们要把自由放在全世界，然后这个世界如果不跟美国站在一起的话，就是敌对我们的，我们要去任何一个地方destroy access， 摧毁轴心国，民主万岁，我们要去各个地方宣传民主。川普在这边说的是 I am going to be your peacemaker， 和平使者或是和事佬， OK，
马太福音五章第九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说，我会在政治层面当你的使人和睦的人。这个在这个民主党越来越好战的美国当中， Joe Biden 的政策就是一直打仗， OK， 能跟越多人打仗越好， OK， 就能跟越多人打仗的时候，就是越少人可以看见他下三滥的儿子做的事情， OK， 他拉长了乌克兰的战争，甚至直接促使了乌克兰的战争。这个不是我说的，是乌克兰总理泽连斯基自己说的。他说，拜登如果没有允许 Nord Stream 的这个天然气的这个管线，然后没有把那些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废除的话，俄罗斯根本就不可能侵略乌克兰。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民主党想要继续打，共和党也想要继续打。那天 Lindsey Graham 就直接在上面说，如果乌克兰境内产生了不正常的核能反应的话，北约就会出兵。我当下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你是谁啊？你凭什么代表北约？你凭什么代表美国？你凭什么代表任何东西？但是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几乎所有政府里面的人都希望战争扩大成第三次世界大战。川普在这边传达的讯息，既然是我要来当你们的和平使者，我来当你们的和事佬，这个是川普最大的不同。我个人认为，川普就是要用这个议题来赢得这次的选战，而且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来投川普，因为他会是一个 peacemaker， 是我们这个世界最需要的。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爆发了之后，很多聊天室分成两半，很多教会都分成两半，一边是支持乌克兰的，乌克兰很棒，有多少趴的基督徒代表自由民主，美国应该全力的保护乌克兰。另外一边是支持普丁的俄罗斯的 ，OK， 普丁是神的仆人啊，普丁要跟川普联手打击乌克兰的这个深层政府啊，推翻这个世界国际什么什么什么的野心。我只想要各位看一下以下两个影片，一个是一名乌克兰的年轻人，18岁，他要上前线去，他在训练营的那个门口跟他的女朋友说再见。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再回家跟他的家人说再见。Will serve as a medic. Girlfriend Sophia sees her beloved off and never lets him go. I was waiting for the moment when I turn 18 to go there and overcome all that evil spirits. As a medic, at the call of the heart, there is a war in Ukraine. I don't want to sit at home. I want to help the guys there.The only thing I can say, it is hard, and so I believe that he will return, and that's it. 大家可以看一下，对一个军人来说，这是一个最困难的一刻，就是你在上这个公车要去前线之前，你会看到他的家人在那个地方一起哭，这样子的画面跟情绪是没办法想象的。人死了都还会有一点安全感在这个地方啊，至少他死掉了，至少他的尸体在这个地方，至少我还可以看到他最后一面。去前线的军人的家人在这里是充满着不安的，充满着无助的，完全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18岁就要上战场的年轻人，他是很天真的，以为自己是无敌的。我训练了这么久，身边又是我一堆的兄弟，我身上穿的至少有10,000块美金的这个装备，然后多的话可能是10万块美金的 ，OK？ 带着我到处跑的交通工具都是几百万美金打造出来的这个战车跟飞机，他们不会表现出他们的害怕，他们在同级压力下面，他们宁愿自我牺牲，也不希望拖累这身边的弟兄。下一个影片。是一个俄罗斯的军人，也是18岁，也是要上战场，也是在跟家人说再见。你看着他，也是充满着天真，认为一切是好的，一切会很 OK。不管怎么样，我一定会回来。就算如果我不回来的话，我的牺牲会是值得的。But it can be uncomfortable for us to look at this footage released by the Russian Ministry of Defense, where we see a young Russian soldier who's been mobilized. He says something to the effect of, "He's just doing his duty to his country."But under very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We took an oath that the homeland must be protected from them. Our people need help, but as they say, we don't leave our own behind. 这两个军人，这两个小男生， okay, 如果在不同的情况下碰面的话，很有可能他们会变成朋友，很有可能会去附近的一间酒吧 ，OK， 一起把妹，可能很有可能会做一些很蠢只有男生才会做的事情。
但是现在他们却要无缘无故的屠杀彼此，没有任何的私人仇恨，没有人对彼此有任何的冒犯，但是却是要杀了彼此。这个就是战争，这个就是每天在乌克兰发生好几千次的情况。我们在我们这边的 LINE 上面，在 WeChat 上面，在帮某方加油打气，不管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我们要问的就是，我们到底在加油打气什么东西？战争永远都是邪恶的，战争永远都是一群年轻人被一群老人骗，为了老人的政治目的，为了老人的面子，为了老人的权利上战场，跟另一群被老人骗，被老人的为了老人的政治目的，为了老人的面子，为了老人的权利互相残杀。人类没有任何的改变，几千年的文化下来，人就是人，没有神的话，没有秩序的话，我们就是会敬拜邪教，我们就是会敬拜邪神，我们就是会残杀弱者。常常这些人就是小孩，而且跟以前的人一样，如果没有神的话，如果我们的生命不是属于神，而是属于政府的话，那么我们就是会被政府当成夺取权力或是维护权力的牺牲者。特别是男人，我们男人要保护的是我们的家庭，是我们的信仰，是我们的圣经，是属神的法律，是属神的律法。除非这些东西被威胁，我们都要当一个 peacemaker。这个就是 AI News 一直以来的理念，而且在这个理念上，我们绝对会投票给川普总统。感谢大家收看，我是 Ethan， 更多美国情报请持续关注 AI News。